等一下那个放的另外的，等一下那个放的另外的，等一下那个放的另外再开。这是花絮吗？被卡住，卡住。可是我现在进去，其实如果没有那一种滑动，看不到什么，就进去也、欸、可以啊，可以，我是可以进去的。我要补一下，我们是要补进去。哈哈哈哈哈！所以就现在啊，现在拍完了吗？好，我们这个画面拍完了。好，好，现在第二个 OK。是不管在学校或在家里都在驾驶车，人家完成那个对机啊，这个都有拍了。各班纸箱其实各班箱，各班张罗张罗纸箱，那个已经不用了啦，那不用吗？那个比较没有什么特别。好，中午啦，他下礼拜啊，下礼拜啊，哦，好啊，可以啊，反正只有十分。分到是二十，我等他们下去。好了，我们先从现场一起把挂出来，然后让别人给我们自己。等一下，先没忘了说话，对，是比较自由。就是每一个班都喊一个，或者是要不要拿个柱子？我觉得拿一个牌子吧，有没有？拿牌，因为你在讲柱，很就很尴尬。那个柱，干脆真的柱。哎呀，就全班喊啦。但因为每次写出来都会长得不一样，所以我还是要先写一写，免得又失败。在写书法一样，每次写出来其实也都不对，每一个其实都会不一样。你看，就有时候那个笔不顺就会卡卡的。所以这个算书法吗？不算，因为我们算是那个美术字，美术字是你是拿毛笔写，对，对，我要先练习一下，才可以确保我等一下写出来的东西。据说不能 NG， 你这样讲我就 NG 了。NG 没有纸可以写，太挑战。是没错。对啊，这些是成功的吗？这是失败，这是失败。对，因为我们想让它有不同颜色，是不是？嗯。好。好了，这个应该差不多了。好好好。我们来了一个素颜在那边割那个时候都上。有，我知道各位在做那个祈福活动，然后我也知道你们有那个活动，我们都在家，然后有做那个。你看，因为那个摄影机在拍，所以他就要真正的认真的演，真的很认真演。你们真的是太专业了。你就对，
我们那边有一个地址。对对对，好，对，然后是自己亲自上场的感觉比较好。好，推给我们，感谢。你要去民间那个位置把它拉高，这样才会对齐。然后来你站在这边，站在这边。哇哦！好，记得把它扣上去。现在是哪个人？等一下，你怎么不会问我？